独臂河虾吃牛肉。嗯，准备刚弄下来的新鲜的牛肉，生牛肉，不还爱过吃这什个么？虾不新鲜了，已经在这里头很长时间了，而且还是个残疾人。人活得挺好的。人吃的挺精致，又是刀又是叉的，是吧？对啊，标准的西餐吃法。